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人上菜，我是分析师蔡东真。那我们先从大盘开始哦，因为今天大盘它跌破五日均线，那短线上来讲的话，它是陷入一个叫盘整的一个动作，就是横向盘整哦。那你当然心里面你会觉得说，哎呦，今天跌盘中最高跌了快100点哦，是不是开始就让你有点害怕？可是观众朋友，其实你这个未来的部分你必须要抓得很清楚。第一个，你需不需要害怕？今天的大盘 K 线跌破五日均线，那过去钟文老师的节目法人上菜的节目，我就一再的跟你强调，当股价跌破五日均线的时候，当天的跌幅会比较重。但是你需要很担心吗？哦，你看哦，目前法人短刀是往上，法人长刀也是往上，所以根据法人专用操盘系统，短刀往上叫助涨，长刀往上也叫助涨。甚至我这样告诉你，今天的一个大盘加权指数跌破五日均线，跌破五日均线哦，但是在20日均线之上，20日均线在这一边，在20日均线之上，所以它叫什么？了不起就是短线盘整而已。重点来了，那未来怎么看？观众朋友，其实我之前跟你预告过，包括12月份的行情飙波段，我相信你已经看到12月份行情有没有真的飙波段。你看大盘从12月开始是不是一路往上飙？那重点来了，接下来大盘盘整结束过后会怎么样？这个看法的部分你就必须要很清楚。所以我也直截了当告诉你，我不怕你来赚，但是我希望是我告诉你之后你真的要去赚，不然到时候农历年你可能真的会很后悔。为什么我这样讲？大盘我怎么看？简单讲，我不能讲得太清楚，但是你听得懂就一定听得懂。听好，这是预告哦。在中国的农历年之前，就是台湾的农历年之前，农历年之前，我甚至认为涉算所得制，正所税的涉算所得制，你最起码会用到一次。我这样讲有没有够清楚？大盘的未来，听好哦。大盘的未来在农历年前，涉算所得制你有机会会看到实现，会最起码要磕一次。这样讲够不够清楚？好，所以其实今天的跌下来，我认为有些股票反而你应该要去找所谓加码点的部分。那哪些股票要找加码点？哪些股票是你弹上来的时候你最好是出一下的？哦，当然盘面上有很多这种股票，那时间的关系，我尽量的把它集中在高价股，我跟你分享。那观众朋友，你今天看到高价股来，你看这一档，全台湾1400多档股票里面最贵的一档，大力光。全台湾1400多档股票里面最贵的一档就叫大力光。那大力光今天是开低震荡走低，杀到一度快要碰到跌停板。哦，跌停板是730，它最低731，差一块钱就跌停。所以我想，为什么你会对这个盘恐慌？这个我当然可以理解。哦，但是恐慌不代表你就有悲观的权利，反而更应该怎么样？在恐慌的时候，你要去知道说你面临到什么问题。听好哦，在恐慌当中，你应该要去了解。不是两脚开开然后准备投胎，绝对不是这样子。你千万不要做那种失败主义者，因为如果你做失败主义者，我相信你不要说做股票了啦，你做任何事情都很有可能会失败。所以观众朋友，你应该积极正面一点是什么？就是当你看到大力光这样子破底下来，然后杀到快要跌停板的时候，你应该去了解说，不是你恐慌的时候，而是当大力光这样修正，
五天的时间，一二三四五，连续五根黑 K 棒，五天的时间少一百五，五天就少一百五。那观众朋友，一张大力光你去买的时候，成本也要八九十万呢，一张哦，也要八九十万。可是观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放弃了，或者说啊，我就干脆眼睛闭起来不去看它，那观众朋友，你去想哦。今天低点731，高点900，低点731，是少了250啊。如果你以五天前的收盘价去看，是少了将近150。那观众朋友，如果你选择不去看它，那么如果这个修正，这个叫倒状反转，您知道吗？照近一点没关系。跳空缺口，跳空缺口。倒在上，这个叫倒状反转，您知道吗？那如果你不去处理它，你觉得万一哪一天不小心又往下掉了，你的亏损一张可能不止150,000哦。如果你是买10张，那个真的叫就凶中的啊，真的是到时候你想扳回来都不晓得该怎么扳回来。所以我才会建议你说，你利用这个时间，你好好看看你的高价股，哪些股票是你可以留的，哪些股票你要知道说这边到底止跌了没有。比如大力光，你看，我问你啊，如果当时在接近900块的时候你敢去买，那现在我想请问你哦，你觉得它止跌了没有？当然你900块，接近900块，850,850,860,870，你去买，你一定是希望它怎么样？你一定是希望它涨到1000块，不然你干嘛买它？可是现在它没有涨到1000块，它反而往下跌，而且形成一个倒状反转。那么观众朋友，当你预期的事情没有出现，你应该怎么做？还是真的钱很多，说赔了就赔了。所以其实我认为说，这个时间你要看清楚一件事情，什么事？比如以大力光而言，你要看清楚，现在是你要恐慌的时候，还是你机会来了？恐慌能解决问题吗？如果现在大力光跌到731最低点，731，你觉得恐慌，然后未来有反弹的机会，你没有做加码，那观众朋友套在800块以上，你就永远是套子，永远解不了套。可是如果这边是该你抓住机会的话，如果是该你抓住机会的话，跌到731，那观众朋友，假设731真的是最低点的，这边震荡之后要反弹，那你不就是去加码之后可以怎么样？不用涨到850，你马上可以解套，安全的撤出来，不会受伤。所以你要看清楚这个时间点，你应该要恐慌，还是要抓住机会啊？如果大力光你看不懂，那我给你一个方向。观众朋友，你看哦，大力光来外资的部分。外资从10月底开始沿路买超，当时的大力光在500块600块附近沿路买超哦，买到700也买，之后涨上来，这一边外资开始怎么样？外资开始卖超。所以它是什么股票？大力光是什么股票？大力光是法人股。那观众朋友，你再看下去哦，大力光法人股，来再看下去，投信的部分也是600块700块600块开始沿路大买，现在呢照下面一点，现在是不是在卖超？现在是不是在卖超？所以观众朋友，重点来了，大力光是什么股票？大力光不就是法人股吗？所以简单来讲，如果你是一般的投资人，你有没有办法抓住大力光的脉动？
有没有办法？如果你是一般的投资人，你有没有办法去抓住大立光的脉动？我相信你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你不会在这一边融资大增啊，观众朋友，不会在山顶上融资大增。所以你要抓住这种法人股，到底谁才有办法？简单讲，只有法人或是法人操盘人，他才值得你去相信他的看法，不是吗？钟文老师过去十几年在法人圈操盘的经验，十几年了哦，在法人圈操盘的经验，手上资金三五十亿，我就告诉你好了，过去十几年里面有大半的日子，钟文老师是在跟大立光，在跟联发科，在跟宏达电，每天都有来往。简单讲，每天都在跟大立光、联发科、宏达电，每天都在奋战。所以你想想看，是不是只有对于大立光最了解的人，就是法人嘛？钟文老师法人上菜的节目，我就是法人，所以是不是只有我能够帮得了你？我相信答案是正确的啦，你从宏达电上面你就看得到了。大立光，如果你今天需要我帮助的，你放心，我说过我在这个节目上的一天，我就一定会帮你帮到底。如果你大立光在这一边，你想要反败为胜，你应该相信的是其他老师，还是过去在法人圈有十几年操盘经验的钟真老师，我们法人上菜的节目？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那今天只要你需要我大立光帮你的，等一下广告当中电话都可以欢迎你利用，我会亲自回你电话。那重点来了，为什么我说法人股你只有听法人的建议，你只有跟着法人操作，你才有机会赚到钱？我们先简单讲一下，在进广告之前先简单讲一下。比如说宏达电，宏达电今天跌啊，今天跌下来啊，今天跌9块钱啊。那观众朋友，宏达电如果你是自行操作的，你现在应该要恐慌，还是你看到机会来了？你知不知道宏达电外资对他的看法，投信对他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如果外资投信这些法人对他未来的看法是还要创新高的话，那观众朋友，你去思考一件事情，跌下来不就是应该要你去加码吗？那重点来了，你敢不敢加码？可是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哦，过去钟老师做宏达电是怎么做的？印象深不深刻？宏达电，你看上礼拜五也是跌，上礼拜五、上上礼拜五啦，12月7号上上礼拜五。开低走低收最低，跌的比今天还重，跌了10块钱。当时我怎么告诉你？12月7号哦，你看，礼拜五跌的时候，判断下周一有到达整理完成的上涨周期。12月7号盘中讯息，礼拜五跌，跟你预告礼拜一要上涨。那观众朋友，你看礼拜五跌下来，除了法人之外，有谁能跟你预告他要上涨？那有没有涨？来，观众朋友，你看哦，礼拜一开高走高收最高，看哦，开高走高收最高。可是礼拜五是跌的，观众朋友，礼拜五是跌的啊。那你觉得钟文老师在法人的脉动上面有没有抓得一清二楚？宏达电是不是法人股？宏达电100%是法人股啊，没有散户玩得动它，也市场上也没有，除了钟文老师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老师能够喊得动它。那你看哦，礼拜一开高走高收最高，我跟你预告短刀走平，真的拉回，拉回之后，钟文老师带着会员。12月11号哦，你看拉回，12月11号拉回，钟文老师尾盘1:25
新会员持股不足者可在273以下加码买进， 271.5 全部成交。你看我们是不是买黑？ 271.5 全部成交啊。结果隔天的观众朋友，隔天喷出大涨，当天现买现赚。所以宏达电还需要再讲再多吗？宏达电我们是怎么样从208加码，208买进做多，238加码，观众朋友，208买进做多，股价站上法人短刀，238短刀走平结，短刀走平尾声哦，11月22号238一样是买在黑 K 棒，结果一路涨上来，涨了80几块。我再请问你，宏达电是不是法人股？宏达电当然是法人股。那宏达电我们完整抓到一整个波段，那观众朋友，同样是法人股的大力光，可不可以帮到你？同样是法人股哦，过去中文老师十几年的操盘生涯里面，有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玩大力光，都在玩宏达电，都在玩联发科。而且中文老师过去十年操盘绩效当中，有连续三年绩效优等。那观众朋友，你觉得我玩不玩得过别人？所以今天其实大力光，你在恐慌的时候，包括宏达电，你在恐慌的时候，我是看到机会的。甚至我可以告诉你，宏达电这一次拉回，未来两天我们的法人家族还要再进场，还要再做最后加码。我们玩的不是那种3块5块小行情，我们玩的是大波段的操作。所以今天只要大力光、宏达电、像联发科这种法人股，你需要我帮助的，我说过，中文老师只要在这个位置上一天，我就一定会帮你帮到底。今天只要你告诉我，电话拨进来，等一下广告当中电话，你拨通之后，你告诉我说我应该要怎么帮你，才能够让你免于恐惧，那么中正老师一定会帮你帮到底。等一下广告当中电话，欢迎你利用，我会亲自回你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告诉你联发科可成以及部分的宏达电的未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用心的微笑，含蓄但深刻；真心的微笑，腼腆但温暖；细心的微笑，低调但实在。真心诚意，只为了让你满意。我们有信心，让你好放心。微笑 MIT， 值得信赖。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3393-3789，3393-3789。师父，这次取经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别担心，这次出国前我有先做出国登录了。出国登录是什么呀？我们国人出国观光游学或是洽商，都可以到外交部的网站上登录旅外资料。如果当地发生天灾或是动乱，外交部就能立刻联系我们提供协助哦。安妮，我们就能放心出发了。出国做登录，安心有保障。想要嗨一下吗？没关系，我带了帮手。哎呦，你真的不嗨一下吗？来嘛，来，到底要嗨一下，来，我不要，来嗨一下，来，过来嗨一下，嗨不嗨？卖手嗨。你竟然拒绝我！麦考，帮你点红茶。
你好，欢迎到节目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利用短短的时间，可成跟联发科，我先讲结论就好。可成，我告诉你，结论是修正结束，即将反弹。你记住我这一句话。当然，可成也是法人股。如果你可成不会做的，一样，我今天的等一下广告当中电话，我也会帮你。所以今天只要高价股上面你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电话拨进来，我一定会帮你，哦，这是我的承诺。那重点来了，联发科一样讲结论，叫还有高点。那联发科我们是怎么准确预测的？属于印证的东西，我现在就不多讲。那重点来了，联发科告诉你还有高点，今天的修正，你应该要怎么处理？哦，所以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我们回到刚刚提到的宏达电的部分，未来你看哦，导播照近一点，今天跌了9块钱，今天修正长黑 K。 但是观众朋友，我跟你预告一件事情哦，未来的两天当中，当我们法人的买点出来的时候，听好，是我们法人的买点出来的时候，我还会再进场，还会再做加码。那过去宏达电钟老师的预告到底准不准？你看哦，包括12月14号10点半，正好是最低点。为什么我说10点半正好是最低点？12月14号10点半，为什么我说正好是最低点？观众朋友去看，这是12月13号的传真稿。12月13号传真稿里面提到宏达电续涨，短线有修正压力，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宏达电隔天真的跌下来？这是第一个预告哦。再来，最快明天10点半过后就会开始买盘进场，推高股价，持股续报。我说的是隔天的10点半，观众朋友，10点半正好最低点，后面还拉到翻红。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啊，为什么我可以跟你预告十点半？为什么可以有如神助？因为这个是法人的操盘习惯。讲再多讲再明的话，电视上讲这些会有问题的。为什么我敢跟你预告十点半最低点？结果十点半真的是最低点，为什么？为什么十点半真的是最低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这是法人的操作习惯，所以中文老师可以准确的跟你预告，包括先前11月7号，当时208.5收盘啊，我们买在208，买得很丑啊。可是我跟你预告，法人规划的短刀是往上，而且会形成黄金交叉，叫做波段的一个起涨。当时我跟你讲，你可能不相信，因为你没有看到未来。可是我们法人，你看宏达电，我们法人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啊。后面不就像我画的一样，一路往上走出波段行情吗？为什么低点可以跟你预告命中？包括盘整结束我都清清楚楚，11月22号238加码，当时跟你讲喷出你不相信啊，因为你没有看到，不是吗？因为你没有看到喷出，所以你不相信。可是观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钟文老师在法人圈操盘的实力？所以宏达电的部分，今天宏达电跌下来，跌了9块钱，你认为这一边就是短线底部了吗？还是还要再修正更深？你心里面有没有看法？包括大立光，你认为修正到这一边结束了吗？你心里面有没有看法？那你这个看法到底能不能帮助你赚钱？你现在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想法说，哎，你的看法可能没有办法帮你赚钱，
可能没有办法帮你赚到钱。那观众朋友怎么办？简单讲，我认为这一些都是法人股，大立光，包括宏达电，这一些都是法人股。也就是说，宏达电、大立光、联发科、可成这一些法人股，你想要赚钱，我认为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着有十年以上法人圈操盘经验的钟声老师，我们法人上赛节目，我觉得这个才是你最好的选择。那么当然，现在的大立光你面临到五天亏损150块，你现在面临到大立光五天亏损150块的命运。重点是钟声老师不希望你放弃，我说过，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坐一天，我就会用我法人操盘的经验，我来帮助你。所以等一下广告当中的电话，如果你真的需要钟声老师用过去法人操盘经验全力帮你的话，欢迎你利用。最后祝大家每天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想要嗨一下吗？没关系，我带了帮手。哎呦，你真的不嗨一下吗？来嘛，来，到你们嗨一下，来，我不要，来嗨一下，来，过来嗨一下，嗨不嗨？慢手嗨。你居然拒绝我？麦考，帮你点红茶。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3393-3789，3393-3789。创作人的生命，请支持合法授权，保护智慧财产权。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3393-3789，3393-3789。爸，要出去玩哦。爆货。